正前方是游轮的停靠船，现在这个 Crump 的游轮可以看得到，不错。来，大家，我们现在又在这个波士尼亚的境内，那我们在几分钟左右，我们前面呢休息站就停一下，我们再停一下休息站，上一下厕所。那厕所的位置呢，跟我们昨天的中午，因为我们停在跟昨天中午一样的地方，所以厕所的位置也是一样。你走进去餐厅啊，它是免费的。那上完厕所，如果您超市还要买个东西的话，那就大家我们就休息15分钟，15分钟后呢，我们再回到车上。